看到一句话深表赞同，为什么要每天都跑步？为什么每天都要写点东西呢？为什么睡前都要看书？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每天能坚持的东西，所以任何一种坚持都能区分别人和自己。不知你是否发现，在我们身边，那些比我们优秀的人通常都很自律，也有一些坚持了很久的好习惯，但同时这些习惯的养成并不是特别难，只要你想尝试，立马就可以做到。比如早起，比如阅读，比如健身，没有一样是多么遥不可及的事。甚至你心血来潮时，也可以凭着三分钟热度坚持几天。但人与人之间之所以会有差距，恰恰就在于你坚持的是一天、一星期、一个月，别人坚持的是一年、十年乃至更久。我们总会对那些拥有好习惯的人投以艳羡和敬佩的目光，因为他们看似不费吹灰之力就做到了你做不到的事。但有时我们又会对自己的懒惰和懈怠感到羞愧，因为原本这些事只要你坚持了，也可以跟他们一样优秀。不知你是否发现，在生活中，哪怕你坚持了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习惯，也会在日积月累后让你在人群中显得与众不同。比如，如果你注意清洁和防晒，出门要打伞，回家要洗脸，哪怕晚上睡前涂一层唇膏，也拥有比常人更好的皮肤状态。比如，如果你注意学习和进步，每天看30页书，每天记10个单词，哪怕每天背一句诗，也会比周围人更有知识和学问。比如，如果你注意营养和健康，每天6点起，每晚10点睡，哪怕每天坚持吃早餐，也会比身边人拥有更好的身体素质。那些看似比我们厉害的人，不过是比我们更好地做到了坚持。但坚持往往是这个世上最难做到的事，因为它意味着你要打败自己的惰性，你要戒掉自己的拖延，甚至你要对自己下得了狠手，懂得起真格。有时我们看似在挑战和超越别人，其实最终我们是在不断地战胜和征服自己。大概许多人都曾有这样的体会，有时你想要坚持去做一件事，本身的难度并不大，最难的是你要在每一天中去做到。这就意味着你给自己下了一个长期的目标，甚至可以说你从此以后就要每一天去履行对自己的承诺。比如你很困，但你必须要起床，你很累，但你必须要跑步，哪怕你很忙，也要逼着自己写完今天的日记。其实想要偷懒的想法几乎每个人都有，但人跟人的区别就在于，有的人对自己很严格，无论理由再充分，也绝不允许自己有半点的妥协和让步，而有的人却常常经不起考验，经不起诱惑，也经不起舒适和安逸的软磨硬泡，总是很快就对自己投降。许多时刻，当我们惊叹和羡慕别人为什么能做到时，却忘了去深思和反省自己为什么做不到。其实做到和做不到之间看似隔了一个字，但深层次看，它中间包含了毅力、恒心和耐性等诸多看不见的好品质。有一个励志方程式，你每天进步一点，一年以后你会比普通人多学到37.78，你每天退步一点，一年以后你会比普通人减少到0.025。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差距恰恰在每一天看似微小的0.01中。也许你只是今天比别人少写了一段字，少读了一页书，少跑了1公里步，但365天乃至更久以后，你跟别人差的就是几十篇文章、上百本书乃至上千公里的路。
也许你今天比别人多玩一盘手机，多打一局游戏，多追一几句，那么一日又一日的叠加，以后你跟别人差的可能就是在下班两小时后，他人比你越来越有优势和增值的部分。其实大多数人的起点都差不多，能力和水平也没有太大的差别，但最终一个人能够做到比他人优秀，就一定是在某一方面做了长期的努力和坚持。你今天起不来的床，总有人起得来；你今天读不完的书，总有人读得完；你今天跑不完的步，总有人跑得完。就在无数个像这样不起眼的今天中，我们慢慢输给了那些不明显的明天，直至他人彻底跟你拉开永远也追不上的差距，与你共勉。一路上的风光依然在心底缓缓流淌，彼此陪伴一同去寻找更美的远方，不用太多梦想，选最爱的一个写在纸上，交换了愿望再幻化成翅膀，庆幸最美的时光有你们在身旁，不如说拥有你们才是最美的时光，推开青春那扇窗，沐浴阳光，刹那间声音被拉长，从孩子的形状变成大人模样，从开始到现在每一束聚光是你们的期待印在我面庞，总有太多故事讲，有歌要唱，快乐我们分享，听你们歌声飞扬环绕全场，感动声音被拉长，从孩子的形状变成大人模样，从开始到现在每一束聚光是你们的期待印在我脸庞，总有太多故事讲，有歌要唱，快乐我们分享，太多话心底埋藏，演出散场，我还给我肩膀，我就紧紧绽放。
用尽